你们家小狗怎么会有这个咬手睡觉的习惯呢？这样是比较有安全感吗？你干嘛？你最有安全感了。嗯？我要出门。姑姑，拜拜。嗯。不要生气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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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Hello， 姐姐摸摸。我要出门。姑姑，拜拜。不要生气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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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Hello， 姐姐摸摸。好好好，拜拜拜拜拜拜。I love you. I don't know what I'm saying.